没见过这么多穿着苗族服饰的人们在一起跳舞蹦迪狂欢吧。哎，今天你就见到了。这就是苗D，通常在苗族的传统节日或活动中，人们会穿着苗族传统服饰和来客一起跳 disco 狂欢，感受浓浓的民族风情。这是前几天我在中国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马超旅游活动中拍到非常欢乐的场面，分享给大家。江湖一笑